现在大家就知道他搞错了，他也不是这样搞错。对，这窝囊废了，真的是。他是被思想牵着鼻子走。对。现在问题是，这么有人想来背这个责任，谁都不想背。对，电话。一定是潘说这不关我事。都在看我。还有25个人是在帆布帽上车，另外25个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对，那我让他发了，但他们都没发过去，没有，这才好吗？电台好吗？这四一六九，再可以严肃一点，再可以严肃，好，严肃点。哦 ，OK， 那行，那您赶紧。行，那您先给四元的 fax 吧。好，谢谢啊，嗯，拜拜。然后脸可以到这边。你要跟人家说话的，对，这样我刚才在，刚才说的没人训，我应该训一个人。以前没有我的时候，他就训你一个人，现在多一个人训你。对。老哥也可以训。老哥今天还在去买机票去。这样子，我们养个小猫，那也可以训的猫。对。真的。啊，我们批判一下中投公司，把这钱，国家的钱，错误的投给，投给香港人，真是。对，良心是。把国家的钱亏的啊。对。这事情很严重。哎，您好，那个 Casey 是吗？哎，我转呢。那个是这样，您能不能？把唐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对，我们不高兴。43个人的人名能给我吗？我要请。我可以足够。我一发达了就是校花，真是，突然间都发了。